你只要给我一声阿爸，看你要娶什么人，就娶什么人。有啥阿爸？这就是恁咧摆的物件，不是什么鸟鼠啊仙。你较清楚的，彩虹不是你的新娘。孙公，我用尽元气，我嘛要把这瘟疫给吐出去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暗时7:30，细说台湾鸟鼠仔拜客拜。